插入图表的内容修改，我们在点插入图表的时候再看一下。当点图表的时候开起来，我想做的是做分数。不过在录制的关系，我们再做简单一点好了啦。那这个人名字叫 Apple， 对不对？那Apple 在这里好了，名字在这里，它的类别国文成绩，那两科成绩的数学成绩好了。那不要那么多，点这里把它删除，按右键把它删除啊。Orange， 嗯，可以打中文了，可以打中文，不是一定要打英文。来，那我打成绩给你看了，比如说考100分，哦，这家伙很棒，两个都考100。然后呢，要考80。如果你打字慢，打 A B B C C 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个，我这刚刚随便拼了，有时候搞不好打错字，没关系，知道一下。他们考试成绩哦。好，我现在打这样。你打完这样以后，其实就做完了，图表就做完了。来，我们先等你一下，请你先呢，先把那图表先加进来。我再讲一遍，资料改一下看一下哈。我刚知道内容是随便编的而已，来看一下这个编辑资料。两个成绩就好了啊，这边 A A B B C 你自己打名打中文也行。那请你记得打一个200分的，那些分数是这样来。那分数内容其他就不太重要，就自己先掰一下哈。